观开江景，品开江鱼，正确解锁东北的春天。争先恐后，天刚蒙蒙亮就下网开捕，这个渔船的运气怎样？开江第一网收获如何？东极鱼市逛一圈，三花五螺十八子，哪种鱼价格最高？塔拉哈、清蒸白鱼、清炖鳌花、福远全鱼宴，滋味如何？敬请收看消费主张五一特别节目《春味正好美食行》。乌苏里江自南向北，黑龙江由西向东，浩浩荡荡在中国的最东北相遇。两江交汇的三角地带，就是有着中国东极美称的福远市。每年4月20号左右，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福远段会陆续开江，待浮冰走空后，福远渔民就会开始准备张网捕捞开江鱼。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，是黑龙江省福远市的南港渔港。大家可以看到呢，在我身后呢，有39条渔船，他们正在为一年一度的开捕做准备。经过了一个冬天的休养生息之后呢，咱们当地的渔民呢，也将迎来一年最繁忙的渔季。他们正在忙些什么？我们一起去看一下。胡金发是这个渔业队的队长，他告诉我们，福远原名伊利嘎，在赫哲语里的意思是金色的鱼滩。这里的开江文化可追溯到700多年前，每年的4月24号，嗯，到6月10号，6月10号以后就是繁殖期了啊，完了再到7月15号，往后到9月1号，全年是120天。南港渔港是福远市主要的渔船停靠地之一，在这里记者看到每艘渔船都已经完成了检验，喷上了全新的船号，渔民们有的在整理渔网，有的在检修机器。您预测一下，明天不是咱们开鱼了吗？明天的收获怎么样？正常情况下，这鱼头的话，一个船打个20多块钱吧，应该。去年怎么样？去年打了10块钱，收6万，这还有点赚，赚了几万块钱，都几万块钱的啊。记者注意到旁边的这艘渔船，渔民把已经放到了船上的渔网紧急换了下来。他告诉记者，按照他的判断，明天第一网鱼应该是捕捞到鲤鱼的可能性比较大。你的价格好吗？好是吗？这玩意分时段吧，有时候这鱼价跟那啥，就是跟卖东西，有时候比过节的时候高点，这会儿比较高。这会儿比较高。完了五一以后，过完节以后就下降。一直到过完五一，价格稍微往下降点。当地渔民告诉记者，他们早在半个多月前就已经开始为今年的开江做准备了。记者看到滩地边上已经搭起了简易的帐篷，接下来的日子里，这些渔民吃住都要在这里，直到休渔期。每年都会，对啊，在这固定的位置是吧？这有一些永久的设施。对对对对。啊，大锅搭的火炕热乎。这是咱们给他们准备的吗？还是全是渔民自己搭建的？啊，他自己搭好的，但是我们有管理是吧？哦，亮了，确实，对，这也电路也给他们准备好了。对对对。经过一个冬天的休息，记者看到这里的渔民一个个都是跃跃欲试，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。您预测一下明天的这个捕捞的情况会怎么样？这个水利的话，预计反正是比往年都好吧。福远作为全国最早看到日出的地方，凌晨3点半钟，天光已经开始慢慢放白。前几天因为大风和暴雨的原因，开江的日期已经推迟了一天，渔民的心情一直在等待中煎熬着。今天虽然依旧风很大，体感温度很低，但是已经压抑不住大家的热情。随着队长的一声令下，30多条渔船陆续驶进乌苏里江，开年第一网终于拉开了大幕。记者搭乘的是队长胡金发的渔船，他首先要巡视渔区的整体情况，看看大家的捕捞是否顺利。因为是开年的第一网，浮冰刚刚走完，水下情况还很复杂，容易出现各种意外。果然刚刚行驶不远，就碰到了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。这艘渔船的网因为挂上了水下的一根大木头，万般无奈只能选择把网割断，掉头驶回码头换网。
另外两艘渔船因为水势太急，各自的渔网纠缠到了一起。他俩的网就压一起了，他这个船的网就是属于这样有挂上了，挂住了。对，里面一冬天淤的树大了啥的，什么东西的，就挂住。完了，这网一过就挂着以后，慢慢咱有专门拉摊的，都给这挂就起上来了。出师不利，一股紧张的气氛开始出现在了整个渔具的上空。队长胡金发的表情也越来越凝重。今天这第一网开江鱼是否能顺利，收获多少呢？这时远处又开过了一艘渔船，我们靠上去得知他们的渔网挂坏了，需要回港换网。我一提了起来，看看今天不大半收获，这第一网有收获了是吧？啊，对啊，这是什么鱼啊？鞭花、鲶鱼、鲶鱼和鞭花。对啊，这是三条，还可以吗？可以。我看您这还有点勉强啊。我看您这个网挂坏了是吗？啊，有点心疼。啊，挂坏就心疼。这时太阳已经从东方开始升起，虽然江面上依旧风挺大，但是多多少少缓解了大家紧张的心情。胡金发决定开始下网。经过50分钟的等待，渔民开始收网，记者的鲜叶提到了嗓子眼。随着水里的网越来越少，大家的表情也越来越失望。空晕没有？打了一个空网啊，没有鱼，没有鱼。回到了码头，胡队长脸上的笑容多少有点勉强。他告诉记者，第一天开捕，这种情况也在他的预料之中，因为今年的水量偏小，头两天收获不高也算正常。不过几家欢乐几家愁，码头上没有收获的渔民开始紧张地调整，为下一趟出发做准备。捕着鱼的渔民则开始兴奋地盘点自己的收获。我们刚刚捞上来的，打不着大鱼，打小鱼。这都是小鱼。对。啊，这什么鱼种啊？穿钉子，板黄。穿钉子。对。鱼今天能卖什么价啊？穿钉子15-16块钱。15-16块钱。胡队长带我们打开了另一艘船的船舱。哟，乌苏里呀，鲤子。这是大鲤子。对，这就是鲤鱼是吧？对对，鲤鱼。这得有多少斤啊？这个得有4斤多。4斤多。啊，看真漂亮啊，这鱼。黄金鲤鱼。这个现在市场价得多少钱？这个得60多块钱一斤吧。现在这60多一斤。嗯、啊，看。乌苏里江鲤鱼啊，这一条就200多。对对，这是白鱼。这就是白鱼。对啊，这条也不小。嗯，2斤多钱。那白鱼多少钱一斤？现在白鱼40块钱吧。这个呢？这是鞭花。鞭花，这是鞭鱼吗？是吧？对，鞭鱼。啊，感觉像鞭鱼。这多少钱一斤？现在这个就15-16块钱。15-16块钱。狗鱼，纯乌苏里江的。啊，这是咱们这儿的特色了。对对对，这叫狗鱼。对对对。抚远市有大小河流56条，虎豹700多个，是我国东北特种鱼类最全、产量最多的地区，素有淡水鱼都的美誉，还是中国鲟黄鱼之乡和中国大马哈鱼之乡。随着渔船不断靠岸，岸上已经有前来收鱼的车。李玉在江边做收鱼生意已经16年了，从早上4点到中午11点，他已经收了有700多斤鱼。这里边我看这条鱼是哪个？这是白鱼。这是白鱼。这是白鱼。啊，这得多少斤？这4-5斤。4-5斤。这样是鞭吗？嗯，这哪个比较值钱？白鱼还是大白鱼值钱？大白鱼越大越值钱。对，越大越值钱。啊，什么鱼都越大越值钱了。我看您这是装了满满的这一箱了，这是。这里边还有是吧？对，那里边是鲤子养活鲤，活鱼。啊，它得是离不了水是吧？对对对，这种鱼的离出水就死了。鲤鱼、白鲢、鞭鱼都是乌苏里江比较常见的鱼种。李玉告诉记者，今年开江鱼的价格高低取决于鱼的量多少。目前看，鲤鱼较多，越大的鲤鱼价格就越高，一般在8-90元一斤。今年价格怎么样？价格不算太好。
跟去年比呢？跟去年比相差也差不多少，也差个几块钱吧。差几块钱，其实差距不大，是吧？对，差距不太大。嗯，咱们这鱼主要销往什么地方？就是富源，就是咱们中，也是黑龙江省这个各地吧，全国各地基本上都有这个销售，因为咱们污水江是，在咱们中国是产鱼的地方，嗯，是不是？就产那个三花五螺，嗯，所以说是四面八方呢，有的想吃是纯正的野生鱼，嗯，就是有这个各。啊，有一条，啊，给我们展示展示。嗯，哎呦，这个啊，哎呦，这哪？这是什么鱼啊？这就是白鱼。这是白鱼。对，这得多少斤啊？这一条？一条六七斤吧。六七斤。嗯，是这个鱼越大越值钱。对，越大越值钱。咱们这叫白鱼，它有的地方叫倒子。倒子。对啊，这就是那个翘嘴倒子。翘嘴倒子。对，就是翘嘴鱼是吧？对。啊，这像这得什么价？这样一条，反正也就是。一斤千七八十块钱左右，完一条就是五六百块钱，六七百块钱，就这一条。对啊，这两条就得一千多块钱。对。看贾晨刚刚和李玉在码头完成了交易，他告诉记者，这些收到的活鱼，他要拉到抚远的东极鱼市上进行交易。记者跟着这车开江鱼来到了东极鱼市里的门店，瞬间就被来买鱼的人围了个水泄不通。这是咱们刚买的啊，这叫什么？虫虫虫是吧？啊，这个怎么样？这个价格您觉得？价格小贵，小贵比以前买贵了点。嗯的啊，四十一斤的。啊，这是四十一斤的。嗯的，大这怎么做好吃？这清蒸红烧都行啊。嗯，板黄。板黄是吧？对。这不是吗？啊。嗯，这个怎么做好吃啊？你咋吃都行，煎酱。焖咋吃都行啊，好多种做法。对，这鱼特别鲜是吧？对。嗯，这什么价啊？八块呀。八块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贵不贵？啊？贵不贵？想吃就不贵。想吃就不贵。打扰一下，我看您买的这叫什么鱼啊？这计划。这叫计划。嗯。哦，这是买了多少？三花五螺的计划，20。20一斤。这是回去怎么吃打算？焖吃。炖着吃。咱们这鱼挺好的。啊，咱们这儿鱼挺好的。对，这鱼嘎嘎，三花五螺里的，是吧？哎，好。在抚远有句俗语叫“开江鱼，下蛋鸡”，说的就是当地两种春季的美味。经过一个漫长冬季的吐纳出鲜，江河里的鱼儿脂肪含量骤减，肉质更鲜美细嫩。最主要的是，鱼体内的脏东西全部都排放干净，这时的江鲜毫无腥味儿。看贾晨早上收到的这一车800多斤的开江鱼，很快就被一抢而空。我看您这一车鱼拉回来之后，马上大家就抢。那对，必须一元。你咱们搁那收，你也看上了，说不定江鱼它就是好卖。啊，它不光是咱们卖给普通消费者，对，有些对，就包括我们买鱼这些市场人，完也都在那儿拿，也从这儿拿。对，啊，因为咱这个东西说不定，咱保证这个是纯野生。这儿的鱼好在什么地方？咱这鱼好在就是你吃的口感干啥的。啊，指定是比那个养殖要强，对，口感纯野生，肉质发紧实，完发甜，啊，像那个养殖鱼就跟咱这鱼比不了了，啊。看贾晨告诉记者，这里的鱼都是根据大小定价的，四斤多一条的鲤鱼，今天的售价是35元一斤，三斤一条的鲤鱼就是25元一斤，要是一条只重2斤多的话，就只能卖到15元一斤，像这些10斤左右的鲤鱼。一整条算下来差不多800元，虽然价格相差挺大，但是口感都是一样的，普通消费者都会选一些体型小一点的，大鱼基本就运往全国各地销售了。因为这几年生态保护的好，乌苏里江和黑龙江里时常能打到体型硕大的鱼。40多斤，好沉啊，怎么样？它这嘴这个刺儿啊，特别锋利。哦，它那个嘴的牙。对，它张合力特别大。
它而且它这个嘴部肌肉特别发达，就咬住什么东西，它来一个就像鳄鱼那种死亡翻滚。哦。啊，对，什么都逃不过它。看这牙，特别锋利。你看它小，特别密，它咬住什么什么就跑不了，特别凶悍。普通的绞丝网拿不住它，就是说尼龙网能拿住它。目前市场上价格最高的是鳌花，学名叫桂鱼，今天的售价达到了180元一斤。那野生的鳌花和养殖的鳌花，消费者该怎么判断呢？看那个花啊啊，那养殖的呢？看那花，养殖的身上就是全一粒小碎花，就是不像咱这个都是大花。哦，它叫鳌花。对，你像那个南方养殖那桂鱼啊，就身上全是小碎花，它那个花纹跟咱这花纹不一样，连不成片似的。对对对对，它就是一点一点的，非常小。哦。你像咱这鳌花，说不定它就是越大这个花纹越明显。东极鱼市是抚远最大的鱼市，260多米长的街道两旁集中了60多家大大小小的鱼行。商户告诉记者，因为是刚开江捕鱼，气温低，所以鱼的数量品种并不是很多。等过几天天气转暖，鱼的数量和品种会增加不少，价格就会下降。今年的这个价格比去年您觉得便宜？今年便宜点？便宜，就便宜很多。原因是什么？是多呀，所以说它就便宜。哦，鱼量上来了，开江晚。对啊，您说开江晚啊？对，鱼量多了，它的价格就自然便宜了。对，随着开江鱼的陆续上市，鱼市里的经营者也开启了繁忙模式。这些价格不菲的大鱼，每条都会装水、充氧、封口，保证运到目的地的时候还是活蹦乱跳的。开江鱼肉质紧实，不肥不烂，异常鲜美。抚远人对江鱼的做法犹如东北人性格一样粗犷豪放而又不失个性，在抚远这个季节一定要品尝的就是塔拉哈。塔拉哈是赫哲语，意思是烤生鱼。塔拉哈是赫哲族人平时经常吃的菜，也是招待客人必不可少的佳肴。当地人都会选用鲜活鲤鱼，不肥不瘦，吃起来鲜嫩味美。把鱼皮烙熟，鱼肉片成鱼片，和香葱黄瓜拌在一起，熟鱼皮和生鱼肉在口腔里混合，会形成一种奇妙的口感。这个塔拉哈就基本上都是啥呢？来了重要的客人呢，然后会上这道菜，也是对于客人的一个尊重啊，重视。它本身是一道生鱼片做的，对，是吧？那这个咱们这个地方敢吃这个鱼生，就说明咱们这个对咱们的这个鱼的品质和水质其实是很有信心的，是吧？对，因为刚开江嘛，冷水鱼它这个肉就不是那么松懈，紧实，吃起来就有点 Q 弹。对，然后野生鱼呢，它又爱运动，对对对，是吧？对，肉质比较紧实，没有那么多脂肪，没有什么腥味，而且经过咱们这个调制以后呢。尤其用了这个醋，把这个鱼鲜味都做了一个提升。制作塔拉哈剩下的鲤鱼还可以红烧，在当地叫做一鱼两吃。吃完第一道迎宾菜，接下来就要从三花五罗十八子排名榜首的鳌花开始了。抚远人制作鳌花通常都选用清炖的方法，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激发出鳌花的鲜味儿。去鳞的鳌花要先用油把表皮炸一下，然后就放入水清炖，这样煮出来的鱼汤汤色乳白浓稠，特别有营养。和其他地方不同的是，当地在炖鱼的时候会使用一种叫做山花椒的配料。山花椒，这就是山花椒。山花椒，对。哦，这是一种野的花椒。对，野花椒。我们取的是应该是它这个汁是吧？对。不像我们别的地方看到花椒，它是用它的那个果实上那种粒，它就是花椒的那种味道，但是没有那么重，是吧？对，事先搁水泡了一下子，这还泡一下，要不然味儿还没有这么重。我们其实并不是希望这个花椒的这个味道压住它的鲜味，对对，这个花椒比较清香，比较清香的，它是能。
蒜瓣肉。对，蒜瓣肉这个对于我来说特别的友善，因为我那个作为北方，我们那个地方吃鱼少，特别不会对付鱼刺。对，我就特别喜欢吃这样的菜，就是刚入口的时候，为什么我笑了那种感觉呢？就是特别的韧啊。对啊，嗯，这个和其他地方吃到的这个桂鱼的口感完全不一样。不一样哈。嗯，就是大家来这儿一定要吃这道菜，是吧？对。嗯，特别鲜。重唇鱼，对，重唇鱼，重唇，按照字面理解，它应该是双层啊，重复那个感觉的是吧？对，是这个鱼，它的这个嘴唇应该是有特点的，是吧？你看这不啊，这一翻的话，它应该是像两个嘴唇一样，对，是吧？所以叫重唇鱼啊，而且这个鱼呢，这个猛的一看呢，还特别像是这个嘴肿了的感觉。这鱼最好吃的位置就是它的嘴，哎。大厨介绍说，因为要最大限度地让客人们体验这里江鱼的鲜味儿，所以服务员本地做鱼都是尽可能地采用最简单的烹饪方法，配料最多的就是去腥的葱姜，调味儿也只用食盐，即使是山花椒也是泡水后再使用。这个重唇鱼的这个嘴，就是从这儿能看出来哈，满满的这种胶原蛋白。嗯，这应该是女士也特别喜欢的美容菜，是吧？我们来试一下，就是大家要是吃过那个红烧肘子，然后吃那个肘子皮，嗯，炖的烂烂的那种感觉，就是这种感觉，但是呢，要比它好吃的多，然后这个鲜味非常重，非常浓，然后呢，不像那个吃那个就是还有股油腻的那种感觉，对，这个很轻的那种口感。白鱼俗称大白鱼、翘嘴白鱼，自然分布极广，是我国南北水域常见的淡水鱼类。这种鱼生长快，个体大，最大个体可达10公斤，肉质白而细嫩，味儿美而不腥，一贯被视为上等佳肴。制作它最好的办法就是清蒸。其实我们想吃到一种鱼的这种鲜味的话，这个清蒸是最好的一种做法。我刚才吃进去的时候就感觉到好像一股浓鲜就在口腔里面，就一直转，然后就往上顶，是吧？然后就觉得哇，好像一下子升华的那种感觉，哇，真是冲击力特别的强。嗯，就是保持这个鱼的这个鲜嫩呢。观开江景，品开江鱼，是正确解锁东北春天的方法。除了佳木斯抚远、松花江赵源段、乌苏里江饶河段、黑龙江的呼玛段、罗北段和嘉峪段，都可以品尝到东北开江鱼的鲜美味道。